里洗澡来。现在这里都是外地人在居住啊，哇，这脏乱差，看看，现在这都是外地人在居住的多，都是。月个嘞，正常路徐家汇路高头七十九了，七十一，七十一过两号头再出来。实际上跟我觉着跟家里对面也差不多，对面五万五嘛，五万。那搿搭就大概就是搿建国路、潮州路、永宁路搿搭一块。哦，那搿搭大概人家也勿多，人家没像埃面两块土地块人家多。哦，那希望走不啦？我希望也没用样的了，我不希望不走也没用啊。我希望不走了。哎，那么那，像阿拉舅舅是正德里啊，伊浙江路桥搿搭，伊拉搿就是一月份快叫伊拉一整个辰光，一整个辰光是街道里哎居委会里哪能讲，哪不要去了，因为搿辰光正好疫情嘛，那不要去了，哎，阿拉去在那投票，就通过了，阿拉舅舅。阿拉舅舅到外乡走一个，伊房子因为有只阁楼嘛，房子倒不大，一只阁楼老大个，但阁楼不算。我想走侬也没用个，侬想走伊不走侬也没用个。搿那居住面积还可以啦，居住条件。没有，我阿拉小来些啊，小来些主要不想走呢。啊，小来些嘛好改，是出路便当呀。搿搭旁边人家上两天我网高头一直来看人家搿搭百年老顺心。对吧？百年老店，我还没来吃，刚刚等一下去吃顿饭嘞，对吧？啊，馄饨店啊。那么呢，下趟假使动了，没房子了。再讲，那么侬个再讲勿好讲，要总归有想法出来。搿那小人在那蹲了一道勿啦？好了，该一道了。小人在结婚了勿啦？没。啊，还没结婚啊。那么下趟将来总归新生活了。跟那家是你想买房子想买到啥地方呢？还没考虑啊，找浦东个得不啊？秋天快了就要开始，哦，刚快了，啊。初一到桥头是为啥？哎，这个楼梯倒不多。生意大好，
这就到个去嘞。听听不出屁，大炮吧。干垃圾三层层。